为了这本奶茶护照，我们真的很用心。我们从台北车站骑到了南京三民，再骑过来敦化，就为了发现茶珍珠红玉鲜奶茶。你最好给我好喝一点哦。好，出发。好了，下红灯啊！你真的被撞死了。为了台湾奶茶节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。如果我可以把喝奶茶的心放在工作上的话，我可能早就已经飞黄腾达喽。你换了几杯了？我现在已经换了差不多该喝的我都喝了，然后目前我喝到最好喝的是十三月在东区，还有那个直运在那个圆山站，对，然后发现茶我今天来帮大家喝看看。但我记得我们两个之前有喝过，然后它价格还蛮高的。它有一个总数量的限制。你总数量限制？这个呢，因为在官网上也没有写。对啊，那为什么它官网上面没有写？这可能位于发现茶。为什么你没有喝珍珠奶茶呢？因为他说有总数量限制。给我这个。打发我。赵北送的啦。可是他们店还蛮漂亮的，只是可惜我刚本来想说，不然买一杯来喝，但是我的司机好像不是很愿意。好吧，我们只好往下一站走。买赛吗？我没办法买赛克，因为大家就是知道就是你啊，没什么好用。我们下一站的骑车的 Google 看起来骑车要骑12分钟，你会不会又骑24分钟？因为是后面多载一个乘客，而且乘客还规定他说每个红灯变绿灯的时候都要说，哎，走，走了。那家没喝到，喝这家福，他原本在东区。小姐，你换什么？人鱼的眼泪。哦，好，他们家只能换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不想上班，我记得我之前在东区的时候喝的是不想上班。哇，好漂亮哦，美美的耶。这家很 sweet 哦，虽然它只有在4点到7点才可以换，但是它愿意让我们现在换，然后帮它按个赞这样。哦，这是什么啊？颜色超美的，黄、蓝。不好意思，我的粉丝不是色盲。应该是布丁吧。然后上面的珍珠是粉红色的，你看它这边的珍珠有很多种颜色。哦，对耶，你也是粉红色的，粉红色不知道什么口味。猜 strawberry。 哦，有可能哦。好喝吗？而且你现在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太冰，你可能不能喝，因为很冰。哦，真的。好，我想喝看看。这冰箱你会死掉。那我那一张不就要送你？你会死掉。我吃看看。人鱼的眼泪是冰的。芒果冰沙，你有吃到珍珠吗？珍珠是不错吃的。我靠，珍珠太冰了，太冰了。冰沙不喝冰的，我喝热的。太冰了，你是不是会死掉？我可以打开盖子吸口珍珠。可以啊。我那一张可能要送给你了。哦，我可以。你的眼泪很漂亮，但我不能喝。你蛮丑的，不是十足 berry 的珍珠。嗯，但珍珠是蛮好吃的，很 Q， 有 Q 劲，很好吃，是那个玫瑰口味的珍珠。哦，喜欢。可能像我一样不喝冰的人，你可以买回家也会加热，变水，芒果汁。OK， 明白。珍珠很优，而且可以加100块。这应该是有比较小杯，蛮划算的吧？嗯。虽然没有喝到发现茶，但是今天也算是就是喝到一家，而且大家来永康这边有很多家，因为我现在要去换另外一家，我要去对面喝到我奶茶。走走走。